本节目由孝子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。孝经孝治章第八。孝治即以孝道治理天下，这一章是继前章之后进一步阐述孝道的作用，将过去的圣明天子都以孝道治天下，从而对大小诸侯甚至小国之臣都一视同仁，受到天下诸侯的拥护。在圣明天子的影响下，诸侯以孝道治其国，对民众无论贵贱都很尊重，故而受到全国臣民的拥护。卿大夫以孝道治其家，对上至妻子，下至奴婢，都尊重有礼，得到全家人的欢心。这样的结果，为人父母者都得到安养或祭祀，天下和平安定，不会出现灾害和祸乱，效果是非常显著的。子曰：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，不敢以小国之臣，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？故得万国之欢心，以事其先王。治国者不敢侮于官寡，而况于市民乎？故得百姓之欢心，以事其先君。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，而况于妻子乎？故得人之欢心，以事其亲。夫然，故生则亲安之，祭则鬼享之，是以天下和平，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。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。诗云：有故德行，四国顺之。孔子说，古时的圣明天子依靠孝道治理天下，即使当小诸侯国的大夫前来聘问时，都给予很有礼节的接待，而不敢忘乎，何况是对于爵位尊贵的公侯伯子男这些诸侯呢？所以能得到所有诸侯国的欢心奉待，而主动按照各自的职责前来宗庙祝祭历代先王。在天子的影响下，治理国家的诸侯们以孝道治国，对最为卑微的官夫寡妇都不敢有所轻慢，何况是对待有身份的士人和庶民呢？因此能得到全国民众的欢心拥戴，而主动恭敬地献物给诸侯，以祭祀诸侯先君。在天子的影响下，治理家族的卿大夫们以孝道治家，对最为贱下的男仆女婢都不敢不知其心思，而丧失必要的礼节，何况是对于家中贵为亲之主的妻子和亲之后的儿子呢？所以能得到全家人的欢心拥戴，而主动自觉地帮助其侍奉父母尊亲。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都能这样以孝道治天下、治侯国和治家族，所以天下的父母尊亲在世时得到子女家人以亲礼奉养的安乐，逝世后得到子女家人以鬼礼祭祀的供奉，因此天下、侯国、家族上下都和睦太平，风调雨顺，百谷成熟，没有灾害出现，君惠臣忠，父慈子孝，不会出现神将之祸和犯上作乱，
这些都是明王以孝道治天下才出现的呀。《诗经·大雅》一中说道，天子果真有崇高的道德和正义的行为，天下各地都会被其驯化而顺从其政治。